在偶像练习生位置测评任务中，人气排名在上位圈的蔡徐坤趁着练习空档播出时间向战友伸出援手，温暖的举动在节目播出后受到网友大力称赞。导致就是稍微简短一点的事都可以去掉，人们希望看到魅力与幸福交织。我建议你是把旋律稍微唱的好听一点，然后旋律是有它是有音调的，旋律旋律 OK， 前面没问题了，前面拍子又对了，现在可以的，现在完全没问题了。我坤坤会教这些方法，我在旁边一听就突然发现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，就觉得救星来了。开始倒数随图案，删除我的孤单，某文某即是深刻，爱凉了爱笑了 I'm always alive， 爱凉了爱笑了 I'm always alive。而在 rap 组当中的巴比龙歌曲担任 C 位的 Justin 因为压力过大一度丧失信心，在队友王子毅的鼓励下重拾自信。看不见这条路有多少黑暗，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少转弯，你的声音是要发出来的，这样唱的话整个场都会冷，说出来 You got me， 你真的让我感觉到我是巴比龙了，而不是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巴比龙就没有灵魂了，明不明白，人家不会被打动到。就是感觉刚刚不是特别好。 Justin 会有压力的，因为 C 位关注度肯定会是很高的，所以说状态不稳定其实是可以想象的。你那段只要是把声音打出来就好，你要自信 bro， 加油。